八卦掌，伊的运动规律就是这样，瓜轮、锅轮顺，它的水向外、向内这样水动就比较多，比较多，就不断的多一些，这样。再起码，如果你看，就这样过来。另外一种情况，你把它卷完，它可以跑起来。卷完的话，你看也是这样。卷完了，下面下来，都是这个动作。这样的动作是这样，这样子不了一个动作。那你跟它结合在一起，过来，走。这指头擒拿住，你看很厉害的。那你不能这一点看看，这样伸展过来，自然就跑到他最后来。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第一下就是这样，对，就一样。就抓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就先过来。哎，你看，被抓到之后我们就靠进去。浇水了，他打过来，救起来，救起来，你看，掐起来，你看，扣起来，被抓到时候，你看，你看，救起来，大腿，蹦起来，飘起来，就是那双手，直接抓起来，你看。是啊，就是这个，那么个到底是跳起来是这样的，他说的道理。万一被人看上去，万一跟过来，跳起来，利润，抓起来了，我把它荡去，荡去。假设对方在喊叫嘞，哎，那我这个手也是要这样子来做的。哎，哎，我就是安尼过来。哎，你快坐，啊，没事，一起来。推过来，这样推过来，当接过来，就先扣起来，就先过去。Yes， 这可以推也可以拽，这个先要活着，然后起来，拽，这个也是这样，哎。一旦在那给它动起来，跑起来，把这边去抓到之后，那你这就是百分百。我一转身过来就拿我整个，那你看，就抓起来，把这下去，一下，去吧你。完了，最常见的。抓回来，太多阵，看，大家手指抓来，就回来，看，这只要起来，你看，看这样浮起来，抓到的时候我们就自动浮起来，下开，啪。就是最常见的一个，一坐下来的，然后你咔撑到底，咔到底，等一撑开，双肩抓到的时候，哎，帅进去，那我就这样，哎，连手，
报数，那你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是这样。对，看你的，那我来看看，那你的，我都得下。OK， 那么我就是这样。表弟，你这样来，你这样干 ，OK 了。哎，又起来，都这样来。那你好，我帮你整一下。就可以来，你再吐。怕给丢个，哎，来这个这样，啊，这样过来，你看跑到这边来，过来，你看他就下来了，过来了，我这边跑的，那呀，起来就下来，你这个跑起来，来这样，大家，那你必须要这边过来的，怕给轰起来，然后再下。哎，呀，起来！他让你卡住脚，表姐，变变长背，啊，你这样过来，变变，哦，这样过来，对，可以。我的变过来，你看，就是那个伞，跳起来，你看，这再关，也是一样。其中之一而已，你看，后来你看，掉掉了，你这个杀掉的，你转个，我给他，难了，跳起来，嗨，好心疼你啊，真叫家里快，坐在里啊，第二点是你看，刚刚好，就是，升起来了。还给他呢，也少。